都扔车了，我用微博的捆绑。你身份证，你身份证不用扔车里面。换一个这个什么？你就是驾证放车里就行。我说换一个，我说试试，试试那个，这。其实今儿这我们还不玩儿，下回吧，我弄好了。你也说你这个，有一个那个人，那帅哥说等着下回来好好给你鼓捣一顿，他还没来呢。还没来呢，给你鼓捣一个，就告诉你安什么东西，让你好好的拍。安，他过了年还没来呢，那人没有。现在他会弄，他说他给你好好的给你弄好。现在开两会聚会，他们都忙。小主任都忙得不得了，反正那开完会以后，北京一结束，哎，他们开始松一点。松点要过五一了。嗯，五一没那他这不开会也不影响。你说下回我用火山给你播一下，就这个微博这个吧，这个啊，你以为呢？你别看当着小到省事儿，这个怎么我就没有？这车工那是怎么回事？哪个街道出了事儿呢？要不这个电话号码不是你这个，这跟电话号码也没关系啊。出在哪街道出不了？嗯，我去，他也出不了。他出不了，问题上面骂你啊，是吧？书记或者办事处主任，他往下骂，他往上往下骂你。你看人说什么？长得不错，还是光头。长得不错啊，长得好就不用剃光头了。那剃完更帅，告诉你。你说你告诉他，我这不是剃的光头，我这剃的盖儿头。说话他们能听着是吧？能听着，能听着。我都不会。这直播啊。好，直播，下午我得给你直播一个，不用那个，看把这个弄好了，用火山给你直播一个。把火山弄了，火山现在看的人多。就是啊，所以说这个我明儿我跟天天来刮来出。那你闺女该懂啊，懂，可是没认证啊，这个必须得实名认证的。对，明儿我给他认证上。对，你也该是时髦一回穿。嗯，像你没事就是瞎鼓动一呗。嗨，有愿意办的就让他看。这个五周年以后你还没聚会呢，这对，上次让我去了没去，再刮一个，再刷一个，什么时候都得对。对。哎呀。哦，火山看的人多少？嗯。那没人用火山给直播。以后再弄个架子，托、嗯、那个。哦，你说把那个架子。嗯。这托起来。不用就不值呗，他也需要的。这个怎么架呢？你说。有，还有这个那种托儿。有这个托，这个托上。贴顶就呗。哦，他这个就支着上了是吗？嗯，对，还有活动式的都行。对。哦。你要怎么摆个都行。哦。你光放在你。我这就靠那什么上就完了。那不因为你有时候视角不到位。
倒不全面吧。经济季是，全部又雾霾来了，是吗？一直到15号。这儿又上火了，你看，起一个疙瘩。小火疙瘩还挺不小的。那你这刮头要看不见，你就刮了麻烦了啊。刮平了倒就好了。这个你比如这头发长，你给它刮了，它也就刮它里头老有那能是什么东西，也就好了，刮了也好，实际上你真正要给它刮了，它那能和血一出来就好了，对吧？嗯，哎呀，曾经不是给人刮了吗？嗯，这咱这头那火包在它里头，就是起那小小包里头，那头不都，那头有点就跟那个留那个，就有那脓包似的。你给它一刮了，你把那个血一挤出来，它就好了。要不然一点东西它解出不来呢。稍微往下走一点，行，可以。为什么你刮头？你看你老刮，脑袋都不行了。你要不刮起不？不起。快也不起。下回再来，我争取把那个火山那个弄好了。那个咱们拍段火山的。那个简单，你就没弄对，应该不复杂。哎，我怎么就没认证好呢？怎么就拍不好？弄不好认证吧，你下回问。必须得认证。你下回问我那个。估算好了以后就简单了。你看这给微信啊，你要是钱超过多少了，他得让你手持身份证重新照一下子。下回我要拍火山，你给我点赞。你要。你得看。我得看，那现在什么时间？我到时候告诉你。啊，对。你要买些古王的时候。你妈，我那随时都有时间。我就是我。你也不怎么上微信。我告诉你，你不忙的时候，你我正播的时候告诉你，要不忙就多点赞。给你送礼物，就加个微信，加个微信，到时候加了他老不那个老不说话，不是加个微信的。没得聊，一天我玩玩的，我这个不是。等加个微信吧，等那个我直播的时候告诉你一下。对，你就去看。直播的时候告诉你一下。好。在什么直播？你到时候一搜一找，你看看。可以，也就直播一个。你看，你老看这小视频吗？我这不怎么看。你要是我就这个支持你啊。哦，就是看看，多支持。那必须。就是。多给点个赞什么的，是吧？多加个关注。对。你与时俱进，啥都懂。你老刮，有时候这边就刮不到了。是吗？真的。嗯，多给两下呢。到时候你多给。啊。来，我看。我看，你坐在凳子上。哎，你看，就秃皮厉害。刮了。哪儿？这点。再。来。再刮一下。不行，我不刮不舒服。其实再刮就头皮了。真的，到时候你多关注关注我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等你播的时候。对，等你播的时候。多给点关注。我就为什么要忙？你要忙你就忙。几乎不怎么刮。忙他不能老忙啊。我们一般都是两人在。
谢谢。没事。现在帽子我都不敢，还得不敢坐。对，马上就上15度就行了。对，基本得上15度，不上15度不行。主要你不会有乱气吗？我看你老敞着呢。没有。就是。哎，走了啊。你看老板，胸怕反应了吗？啊，我怕反应了啊，没事没事。你看，就留这样吧。嗯，长短挺舞的，是吧？